这什么呀？这是这什么单燕吗？这是人字形状吗？那飞的。大家好，我是二蛋啊。嗯，今天找了个好地方来赶海，来这边逛逛，都是沙滩。不过这边有点干，再往里走走咱，咱看看有货吧。走，看这景多好呀！哇，好多地龙啊！这么多，这里边得多少货？都是人家的，咱不拿。前面有人要截足先登啊，快点的！猜了吧，猜了，这么大个海螺，一爬上来就看见了。哟，哟，还要弹我呢！千万别被弹着，弹着可疼了。小龙虾，小龙虾。哎，第一次见着小龙虾哎！你给我撑着皮挑逗一下你。千万没弹着，弹一下可疼了。他就是用这个尾巴弹的。你还想弹？想弹你弹你弹你弹。你看这个频率，算了，太小了，放了它吧。你干啥？当窝吧。走。这大石头真大。天哪！我发现一个香螺精的壳，这么大的香螺精，在缝里边，我不好拿，就不拿了。这个石螺忒大了，这呀，这么大！出去，你看原来喂我都不稀得捡了，太小了。前两天蛇不着海虹，今天又碰见了，收下吧。这货还可以啊，这个挺大，这些不知道从哪冲上来的。小伙子在这儿隐藏啊，伪装啊。这啥情况呢？哦，好家伙，他吸住这个啥了？可以呀、啊，吸住蛤蜊皮了。看来这有好货，得仔细找找了。这应该是个壳，爬这儿来，这应该是个壳，果真是壳。哎呀，我打扰我，走吧。我这原本都想走了，你看他都，哎呀，他都。拦着我不让我走啊，撑着我呀，这些货哎，都可以这样子哎，真好呀。你藏的也太好了，我不仔细看我都认不出你来。今天爆桶了，今天绝对爆桶了，可能找着你了。藏的这么好，让你藏了，全是大货啊。今天发财了，发财了，今天赶海发财了，嘿嘿嘿。这是活的，这么沉，这是好来了来了，连着来了，开始又一个大鱼来喂，给力了啊！这在坝边上走走啊，这水浅了呢，哎，腿朝腿的，你看这个大海螺，哇，吸力太强了，哇，嚯、哦，嚯、哦，大货，哎呀，猛货！这坝边上真是发财宝地。大文杆猛货来了，月亮贝，哦，这么大吗？哎呀，镜头应该刺上水了，太大了这个。真的是发财的一天，这么大，太牛了，太给力了。还有这小毛杆，嘿呦好，我这藏着干啥？我这一连串抓，哟，月亮贝终于找着了，我就喜欢这玩意儿，漂亮有美感。石螺，这个水一上来啊，这些都在这飘着，就直接就能捡着，太猛了这些货。今天真是发财啊，爆桶啊！别跑了，哈哈，不好意思了，大伙儿，又是羡慕我的第 N 天，就羡慕我吧，可劲儿的。海边抠螺，嘴里这些货哎，这是了得吗？
哇，摩尔螺，是壳呀、啊！大石螺太多了，嘿嘿，不好意思，今天又发财了，二蛋发财的第 N 天。其实就是在海边这个爽感，铁子们，一定要戴好手套。货多多，发财多多。